手星光生发，雨雪也会凉，随后点燃燎原的梦想，沸腾了许多年轻胸膛，至今雨同季风雨闪电通往神话里，千夫十年赛场，万人中央最琢磨锋芒，战魂未央，天际三尽我不放，不退败战歌淋漓酣畅，终将炼尽青烟一抹于心上，点燃名为荣耀的期望，是涅槃与冰界而战的最前方，是月烛你于心头指引方向，望着终点耀眼篇章，等神话再临起辉煌。为说星光生发，雨雪夜微凉，随后点燃燎原的梦想，沸腾了许多年轻胸膛，至今雨同季风雨闪电同往，神话里千夫十年赛场，万人中央最琢磨锋芒，战魂未央，天际三尽我不放，不退败战歌淋漓酣畅，终将炼尽青烟一抹于心上，点燃名为荣耀的期望，是涅槃与冰界而战的最前方，是月如你于心头指引方向，望着终将归来留下耀眼篇章，等神话再临起辉煌。有人跟我说，现在的职业联盟，明星才是最重要的。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，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，因为在观众眼里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。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。他说的很对，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进的是竞技圈，不是演艺圈。我想要的就是胜负。还有人跟我说，我已经过时了。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，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。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。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。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我有个朋友，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。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，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，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。退役只是从头再来罢了，我可是职业选手，你以为呢？Thank you.
机会。